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ヤリンのエンジェルやマシモン。翻外篇第7です。咁今日咧已经系2021年嘅2月9日，或者28啦。今日就正常咧，即系啲农历年嘅规矩啦。咁啊，今日就应该系要清洁屋企咁啊。打后几日嘅日子咧，特别成日初一、初二啊嘛。都唔好清潔屋企住喎，即係好似話有垃圾都唔好掟喎，都幾麻煩下。所以今日咧就要盡量有啲咩要清潔咧，唔要嘅嘢咧就要掉啦。咁啊，打後可能要去到初三、初四先至可以再執屋啦。咁呢個就係農曆新年嗰個傳統啦。咁啊，因為即係講話，如果唔係咧，就會有大衰惡運啊之類咁樣啦。咁啊，因为将近农历年啦，即系个个都好好忙啦，要筹备利是啊，或者贺年品啊、打扫啊等等啦，即系其实都有好多嘅，仲有好多，即系初一又有好多禁忌咁样。咁啊，首先好感谢呢个网先啦，叫 nmplus.hk 啊，其实就系讲2月4日之后咧，先至可以放以下啲风水阵啊，咁啊。為什麼要跟大家說那些風水陣呢？因為大家都知道2020年的運勢呢，我想即不要說大家啦，想香港整個香港呢都很多都不是太順利的，即是都不妨呢在這個農曆年呢放下一些陣型啊，其實好少少東西在家裡擺設一些簡單的東西呢，都看來可不可以令到自己的運勢會好一點啦。他說不理你們是本身是什麼生肖啊，或者是什麼年份出生的人啊，都適用的。那麼蘇文鋒大家都知道，還有也都很出名，是我們香港界的風水師，就是非常出名的一個，跟著之後就麥玲玲之類。那麼當然之前早年呢就有李居明，是吧，是的，這些這樣人氣的風水師，他們的說話呢，那啊，不多不少呢，就在農曆年頭呢就一定都會見到他們啦。那啊，現在呢就事不宜遲，就是想快點知道呢是究竟是怎樣放一些風水局位先。那啊，首先呢就說呢大家都記住呢，就是2021年開始的大病位呢就在東南，而西病位就在正北的。大家一定要 分清楚呢，即是在家屋里面要分九格啦，東南西北。OK， 咁你自己看到喎，即係自己真的要了解自己屋企嘅啦。咁樣咧，佢意思咧，西病位咧，大病咧就唔嚟男人嘅肺啊、骨啊、氣管咁樣嘅，咁而細病位咧就真係唔嚟女人啦，嚟腹部啊、腸胃啊、子宮等等問題嘅喎，所以其實兩個位咧都要化嘅喎。咁而點樣咧就要放金屬發聲器啊，例如好似音樂盒嘅嘢。咁其實我最近研究過咧，嚟 speaker 得唔得咧？我哋咧咪有啲即係而家好興嘅流動嘅 speaker 咁樣啦，咁啊都係有金屬噶嘛，佢本身嚟旁邊或者點樣，佢都發聲嘅喎，其實得唔得咧咁樣？另外啊，銅鈴啊都可以化解嘅，咁啊，既然咧病位喺大門、廚房或者睡房咧就較為嚴重啦，咁大家咧可以放灰色地氈，咁喺地氈下面咧就放6.5毫子嘅女王頭嘅銅幣。但其實嗱，依度講啦，女王頭係向上嘅。咁其實我哋香港咧，如果要突然間要揾啲女王頭嘅銅幣，其實真係好難啊！已經，因為嗰啲係已經係舊以前早期發行噶啦，而家其實應該係轉曬洋紙經噶啦。咁好啦，如果冇嘅話咧，就要用6條嘅舊鎖匙啊，都得嘅咁樣。咁好啦，而家講咗啦，就係話其實。咁呢個幅圖我睇到啦，就係北邊咧就係細病位，而東南咧就大病位嘅。咁呢度都有啲圖顯示點樣嚟化解啦。
咁頭先講咗啦，病位啊，即係如果喺大門嘅話，廚房啲睡房咧較為嚴重嘅喎，咁就要放一張地氈啊，灰色嘅，大家記住啊，灰色地氈下面放六條鎖匙啦，呢度應該六條舊嘅鎖匙，我諗會容易揾啲噶啦。好，而另外，如果大家第二咧就係一個叫做文昌考試局，叫做催。即系读书嘅朋友仔啦，咁啊，无论细朋友好，大朋友好，其实都系要读书嘅，即系有时就进修啊，咁都要噶嘛，系咪先？冇可能唔进修啊，其实好多各方面都进修啦，即系突然间嚟话啊，我学车，学车都要读书噶嘛，都要考试啊，咁啊，而家讲咗啦，呢个文昌位先啦，文昌位咧就系喺东面嘅。咁啊，太陽日出嘅地方啦，咁啊，如果大家唔知道嘅話，知道邊度自己日出嘅地方就係文昌位啦，就要放四支嘅富貴竹嘅，咁然後咧，再喺南面嘅咧正南啦，或者南嘅附近啦，嗰度就放一杯水咧去吹旺呢個文昌嘅。好啦 ，O 唔 OK？ 呢個簡單嘅啫，即係如果係我係放讀書考試。另外咧就往呢個人緣化呢個是非局咯喎，咁係點咧？咁一個人啦，或者係公司一啲是非者好多啊，即係大公司、細公司，即係細公司都叫好啲啦，多幾個人；大公司啊、中型公司都好多人講是是非非啊咁啊，係唔係都咩噶啦？咁啊，即係都講差懵咁啊，即係佢哋係除咗做嘢就講是非啦，係唔知係咪啦？咁啊，就適宜咧喺可以喺公司度放都得噶喎。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哎呀，即係屋公司啲是非好鬼煩啊嘛，咁咧就真係可以喺屋企或者喺公司咧嘅座位附近度放都得噶喎。咁個位係點樣啦？就係喺西南面就可以放一樣粉紅色嘅物件，咁你自己揾咯喎。咁咧喺正南嗰度咧再放多杯水咧去。啊！呢個是非旺人緣嘅，咁旺人緣咧就好即係做嚟做 sales 噶，或者做一啲好需要客嘅一啲行業咧，其實都需要嘅喎，係咪？咁啊，其實頭先南邊咧都有一杯水啦，其實你只要係放一個粉紅色嘅物件喺西南方就得啦。咁好啦，另外一個局咧就叫做催財局，催呢個叫做。即係你嗌自己，好似都係冇乜錢啊，都唔夠使咁樣嘅。咁樣咧就要放呢個叫做過氣財位啦。啊，有幾個咧就總之有講有幾個位啦，就係2021年嘅精財位咧，就喺西嘅，即係東嘅另外一邊啦。咁啊，精財位就放一杯水。咁另外有個叫過氣財位，過氣財位咧即係可能上年或者係。系啦，总之过气咗嘅位咧就喺西北嗰度又放一杯水啦。咁有个叫未来财位嘅，未来财位就喺东北，咁又放一杯水。咁啊，你见到啦，呢幅图咧就系三杯水啊，各自都放一杯水咧嚟催财嘅。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喎，杯水系要开扬喎，即系唔好话冚住或者点样喎，同埋可能有时更换下咁样啦。咁好啦，呢一个咧就希望帮到大家啦。财位即系有现时嘅财位，过去嘅同未来嘅都可以收集到。咁另外第五咧一个局咧就叫做催喜庆嘅，叫分缘局啊，喜庆分缘局。咁例如有啲人咧就想结婚啦，但系未结婚啦，或者有啲好嘅庆就例如想有 BB 啊，咁啊又想有啲喜事啊，咁喜事有几只嘅，例如升职加薪都可以当系啦，结婚啦，生仔啦，咁仲有咩啊？例如开公司啦，开分店啊，或者系有好生意啊，生意。非常之多啊，咁啊好多订单咁样嘅，都系一个好喜庆，又要吹一吹佢啦。咁啊，其实就好简单啫，又系喺正南咧，就桃花位咧就放杯水。其实一路都有杯水噶啦，头先好几个都系有杯水噶啦，咁啊唔使理啦。咁啊喺东北位咧就叫喜庆位啦，就移放
四盆的綠色植物和外面圍著這個叫九枝紅花的去催旺這個婚緣和喜事的。那如果其實沒有這些都不緊要的，其實放花都已經覺得 OK 的了，還有放水的植物。好啦，咁啊，希望又可以幫到大家啦。咁啊，第一個咧就叫做催桃花人緣，呢、這個就是桃花人緣啦，就係、是、真係頭先所講嘅訂單啊，即係例如話，我做 sales 嘅，但我都好需要好大量嘅客嚟支持咁樣啦。咁另外咧就係、例如做演藝事業啦，咁都要有好多 fans 噶嘛，咁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行業都其實都要有一定嘅客户，例如我哋當我寫文章啦，都要有好多嘅支持啊，當 YouTube 啊、blog 啊，或者係做生意的啦，咁如果係做生意開鋪頭或者一啲食肆嘅話咧，都要有一定人支持，係咪？咁所以咧，又喺桃花位啊，喺南面啊，咁啊，不過呢一個咧，可能係其實係吹即係單身嘅人嚟啫。咁如果講單身嘅人啦，就可以放一杯水，旁邊咧再加個音樂盒，其中咧發動佢咧，咁咧就會旺個桃花嘅。咁好啦，假如啊，只要人緣咧執。即如果有人員就不需要放這個音樂盒的喎、哦、樣。咁啊好啦，咁這個都是最主要是放單身人士的。咁好啦，第七啦，這個就是催生意訂單啦，這個真係講負責生意的嘢啦。咁睇正東啊文昌位呢就放四支富貴竹啦，咁頭先都有講過啦。咁啊再在正財的位置放一杯水和裡面放白粒的白石，那就可以有望催訂單和增加財運。那這個是可以放生意人士用啦，是不是？那好啦，那另外還有一個叫做催升遷局，就是文職升遷和武職升遷有兩回事的。那是怎樣呢？文職的就是在正東南，大家看看正東南的文章位剛才也放了，再放四支富貴竹就有來升遷了，再在西面的財位又放一杯水了，這個就是文職的升遷。而武職的呢就是在中武中武即是中宮中宮的武，即是在中間的位置，我哋呢個九格裏面中間嘅位置咧，放八粒白石，就喺水中喺水，即係白石同埋放喺個喺杯水裏面放八粒嘅白石，咁啊喺正西財咧就放一杯水嚟加旺嘅。咁啊文職升遷啦，頭先講過啦，就喺正東嘅文昌位放四支富貴竹，咁跟住就喺西面。就放呢個白色水啦，係嘛？咁而呢度就再講啦，就係武職嘅，即係喐動嘅，即係唔係成日文職就成日喺 office 坐嗰啲啦，我估啊，武職就可能走動噶啦嘅，即係嚟 sales 嗰啲啦，我估計啦。咁咧就可以喺正財位，即係其實正財位點都要有杯水噶啦都。咁至於喺中間嗰度，再又加多杯水同埋八粒原石咁嘅白石 ，sorry 白石嘅。好啦，就到到嚟呢度啦，希望啦可以幫到大家喺2021年嘅風水局都望我哋一齊放咧，咁啊睇下希望咧就個個運氣都好啦，咁啊帶動埋我哋香港個可能個運氣都會好嘅喎。好啦，中意朋友。喜歡篇的朋友呢請讚呢和訂閱，我估計呢一篇文章呢應該是農曆新年之前應該可能是最後一篇來的了，因為我應該是農曆新年打後我才會再放上網的了。那首先很感謝在這個這麼久以來大家是在 YouTube 的朋友仔支持啦，雖然人訂閱的人數啦都不是即係話好多，但係就逐步嚟啦，逐步上啦。咁因為其實我一人真係分身不下，做唔到咁多嘢啊。
咁啊，佢最近寫文章咧，即係都拖慢咗啊！即係而家都仲係進度都係徘徊，即係今個月二月咧都仲未寫到一篇文。sorry 啊，大家真係唔好意思啊！咁啊，希望繼續大家都繼續留意一年去 N 次旅遊不是夢嘅YouTube 啦。一個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同埋 Blog 啦，即係有幾樣啦。咁啊，得閒就上去睇下啦。咁啊，期待啊，就今年嘅我估啦 ，around 啦，四月到啊，即係四月日本咧就有呢、這個櫻花睇啊。唔知大家咧係咪非常之喜愛啊呢、這個日本美麗的風景之一啦，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都好喜意去日本就係睇櫻花噶。咁啊，今年好期待，都好期望啦，希望可以飛到過去。咁大家一起叫做儲氣咁樣，就去呢、這個即係打開呢個我哋全球性嘅旅遊啊，係嘛？咁啊，都希望我哋旺起來啦，即係冇曬呢個病菌之餘咧，就旺起來。咁但係大家都要注意呢、這個確保身體啦，都係一樣要戴口罩啦，勤洗手啊，同埋總之注意人與人之間嗰個距離啦。咁即係總之點都好都要保持距離啦，同埋病嘅真係唔好出街啦，同埋睇醫生啦，咁唔好嘢開曬俾其他人咁樣。好啦，咁啊，最後啦，同大家祝福大家就係新一年就係新年快樂啦，萬事如意啊，咁啊，恭喜發財，身體健康啦，心想事成啦，龍馬精神啦，又係呢個笑口常開，就呢個叫做花開富貴，出入平安，咁啊，係啦，最緊要身體健康啦，同埋。咁做生意嘅就生意興隆啊，咁啊跟住之後開工咧就開工大吉啦。好啦，咁啊喺度就同大家拜個早年啦。咁啊，中意片嘅朋友請讚呢同訂閱啦。阿里亞多個讚啊！